大家好，我是可嘉妈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，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。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，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女人一旦气血不足，就会导致失眠多梦，并且脸上还会长出一些斑点皱纹，整个人看上去特别的憔悴，面色无华，疲惫不堪，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长很多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补血安眠的祛斑汤，这个汤是一位90多岁的老中医推荐的，简简单单，使用几味家常食材搭配在一起煮水喝，坚持喝上一段时间，失眠、贫血、长斑这些问题都能够一一的解决，让你气色好，睡得香，面色光泽又红润，整个人看上去神采奕奕。首先我们来准备一小把黑木耳，黑木耳它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用菌，素有肠道清洁夫的美称，不仅滋补润燥养血益胃，含有多糖体腺苷，可以降血糖降血脂，还可以补脑，其中纤维素和胶质有助于清理消化系统。黑木耳富含维生素 K， 而维生素 K 能够减少血脂的生成，有助于血液循环的畅通。除此之外，木耳中还富含铁元素，能够起到补血的作用，能够增强女性的气血。黑木耳还能够帮助人体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垃圾，起到清肠的作用，而且对于治疗胆结石、肾结石都有很好的化解功效。吃黑木耳还可以防止皮肤血管老化，消除面色的色斑。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，黑木耳可以去除面色的黑斑，同时可以令肌肤红润、容光焕发，可以防止缺铁性贫血。黑木耳含有丰富的铁元素，对于女性补血有非常好的作用。木耳我们需要提前把它泡发，然后清洗干净备用。接着再准备15克的红衣花生，花生首选这种红皮的。花生它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，有着丰富的营养。花生性味甘平，有非常好的扶正、补虚、健脾、养胃、润肺、化痰、调养气血、利水消肿的作用。花生中还含有花生、甜菜碱、维生素 B 族、叶酸、泛酸、生物素、维生素 E、 卵磷脂、氨基酸、钾、钙、镁等多种微量元素，营养价值非常高。花生中有效成分具有促进红细胞的凝聚，降低血脂、降低胆固醇以及降低血压，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，具有安神、抗炎、抗氧化、抑制健脑的作用。经常胃部反酸的人可以在早上空腹吃上几颗生花生，可以有效的缓解胃酸过多的症状。接着再准备15克的薏米，薏米它的味道与大米类似，容易被消化和吸收，而且营养特别丰富，能够补充能量，同时还可以增加饱腹感。薏米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 B1、 维生素 B2、 维生素 E， 经常食用的话可以滋养我们的皮肤，减少皱纹，消除黑色素以及斑点等功效。薏米中含有很多的粗纤维，被人体吸收以后可以促进胃肠蠕动，从而可以加快新陈代谢的速度。薏米能够增强肾脏功能，有清热、利尿、消水肿的作用。除此之外还有利湿除痹、清热排脓、清利湿热等作用。另外薏米还具有一定的降血糖、降血脂、抗肿瘤等作用，所以平时我们适当的用薏米煮粥或者是煲汤煮水喝，对身体有保健作用的。接着再来准备5克的桂圆，先把桂圆壳剥去，桂圆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胶原蛋白，常吃桂圆可以增加皮肤的弹性张力，润泽肌肤，
淡化皱纹，具有美容养颜等作用，还可以养心安神。桂圆中含有蛋白质、磷、铁等营养物质，可以养心安神，对于心悸、心慌、失眠、健忘等症状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。另外，桂圆中含有大量的葡萄糖、铁质，它可以促进红蛋白的合成，增加血液的总容量。经常吃上几颗，可以治疗气虚、血虚、贫血。久病体弱者可以把桂圆当成保健品食用，能起到防癌、抗癌。桂圆对于癌症细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，更年期女性也可以经常食用一些桂圆，有效地降低子宫癌的发生率，但是不建议过量食用，每天吃3至5颗左右就可以了。接着再来准备3颗的红枣。红枣是健脾益胃的好食物，对于脾胃运化功能相对比较差的人，每天吃上几颗红枣，能够让消化系统的功能更加强大。红枣具有补中益气、养血安神的功效，用于治疗脾虚症、失眠症，效果非常好。红枣是通过补脾的方式来治疗气虚，通过滋补养血来安神定志，舒缓情绪，有很好的补血养颜、治虚劳损的功效。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平时可以适当的每天吃上几颗红枣。研究发现，每天吃3到5颗红枣可以有效的预防缺铁性贫血，对女性朋友是非常有补益作用的。接着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砂锅中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用大火煮开，转小火煮上30分钟。制作视频不易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。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辛苦大家啦。时间到后，加入1小块的红糖，给它增加一点味道，把红糖搅拌至融化，就可以装入碗中开吃啦。这个时候的食材也煮得比较软烂啦，吃起来软糯香甜的口感非常的美味。这道汤中的木耳能够补肾养心润肺，软化血管，养血排毒祛斑。红枣可以补中益气，养血安神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促进新陈代谢，提升阳气，减轻人体自由基活跃而产生的老年斑，并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花生具有扶正补虚、健脾养胃、养血的功效，因此这道汤有非常好的健脾补肾、润肺补气、活血的功效，可以缓解失眠、多梦、健忘，记忆力减退，可以疏通血管，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经常煮来喝，1周喝上2次，可以延年益寿，对身体好处非常好，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